手票来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夏日宵夜酒来配，莲藕花家来开会，家常美味细细品，麻辣爽口真过瘾。开干，准备六斤花椒，放点盐巴，加入清水，盖上锅盖，轻轻的摇动。先把它烤昏，晕船了，那就吐得干干净净的。摇干了，又加水，反复这个流程3次以上，基本上就干净了。你要单干在客厅摇，就看你老婆削不削你就完了。如果在室内，那是老师的错。阿公，点火二，要点开干。烧开，准备配料，泡椒泡椒，切碎。尽量切碎一点，才会往花椒里面钻。大蒜还是切颗颗。配菜莲藕，切成圆圆的方丁。加点清水浸泡，避免氧化。再准备点青红椒点缀用，切成圈圈。这个起锅前放，再切点小葱，去去。水开加入料酒，下入花椒焯水，煮开后捞出备用。放入藕点焯熟，再用清水冲洗下。烧油，再放猪油调成混合油，六成油温下入花椒、炒料，放入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放入藕点儿，下入花椒，再舀入料酒，放入蚝油，生抽一点。加一丢丢的水啊，一丢丢，焖一分钟。下入青红椒，放一点点盐、白糖、翻炒均匀，再勾入一点薄芡，味道才能吸附在花椒上。放入葱姜，要得了，起锅。这样一份异乡王者藕丁花椒送给大家，就这个花椒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，王哥，请哦。要得很干。你先吃啥子？谁没吃过啥子的？藕你把搞懂，给我煮跑的，你说两句。这个放在藕这边啊，那个味道很香哈，一股藕香味，它都脆，刚刚合适的，再煮会儿就粉了。我睡了。现在花椒很肥美哈。哎，味道怎么样？必须的嘛，勾连成芡这个调料全部就裹在这个花椒上了哈，所以很入味。花比较矮。有没有沙子那个啊？没有的。吃花椒要是有沙子的话，基本上这个花椒就废了。你这快，你整一吃过。有害过，有害过啊！放了猪油，这个汤会变得更浓稠啊，更上劲儿哈。放了呗，这种没炸开的就吃不得，没炸开就死的。是吧？那贵。你软软那种张口的，你够咬了不？咬够。它是脆呀。这个，这点烧就下去嘛，对嘛？是吧？
光吃安逸没有？吃安逸，一会儿接着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了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粉龙，喜欢观众们，我是阿斌，我是阿光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